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秘密花园。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个半转身的动作，这个半转身的动作叫做搭大半转身。因为呢，我们平时跟大家讲的这种半转身是一次运球，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种蹦蹦搭搭半转身，蹦蹦大转身，因为它是两次运球。那么我们过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半转身是怎么用的。你突破过来，你要往底线突破，这个时候你背对篮筐，球放这儿，右脚踏，左脚踏，转走。首先球放这儿，放这儿，然后左手接住啊，右，左手接住，走。我们看一下，连贯看一下，我来了，蹦，蹦球，嗯，哎。如此强大的技术动作，这种动作呢就突破底线，当你的背身对着防守人的时候，然后到这儿蹦蹦，哦是突破了，就反方向也是一样的，你先把这个右手放到这儿，踏右边接着球，球走，右手放到这儿，踏蹦走，呼。当然呢，这个技术动作在你突破进去了以后，你可以加这种小拉杆，我到这儿了，蹦蹦蹦掰，反方向再做一遍，哦呼叫哦掰呼呼蹦蹦这种招数，半转身是可以进化成转身的。比如说现在，我们把球放到这儿，我们这样放是半转身，蹦蹦。但是如果我们把第一次运球取消掉的话，我蹦我就转身了，这是可以切换的。或者你做这种，蹦蹦蹦，呜呼呼。大家看到我做了什么了吗？你到这儿，蹦蹦蹦，这太厉害了吧，也。我们这个面对篮筐，面对我们现在面对镜头做一下。本来这个动作是蹦蹦，但是我现在做蹦蹦呜，哎呦，这就太帅了。我们现在看一遍。我们到这儿了，蹦蹦哦，再来一遍，蹦蹦哦，高级半转身，蹦蹦哦 ，OK， 加快速，蹦蹦哦。你是可以刹车的，那么这种情况刹车呢，我最近喜欢做什么，我喜欢做蹦蹦，同脚同手停，然后进行投篮，我到这儿来了，蹦蹦蹦，哦这投篮到这儿，蹦蹦啊，高级篮球技术动作。最后我们要全速上篮，你可以混合各种篮球技术动作，到这儿蹦蹦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